请粉丝代表上台送上他们最怀念的台湾切片水果盘。怎么会送水果？对呀、啊，送、啊啊啊、水果给我。哭吧，你就哭吧，你就哭吧，没有关系的，老朋友。草蜢时隔13年在公蛋第一站首选台湾，看到水果好想哭。哈林，哇，我的好朋友杰伦、周董啊，我希望他们都过来看我们演唱会。大家都欢迎，没有看过我们了，是吗？咦，那就可以一起增八五啦！香港殿堂级唱跳组合草蜢暌违13年，将于3月18号再度公蛋，巡演第一站就是在台北哦。这么久没来台湾，最想去什么地方？以前的通化街啦，什么饶河夜市啦，以前的，因为以前的我们去的很多店啊，我听歌迷们说都惯了，要么猪肝汤啊，四目鱼汤啊，那个五椒饼啊，胡椒饼，胡椒饼、啊，他们也知道我们三个是很爱吃的小鬼，所以什么小鬼，拜托你啊，老鬼。老鬼请粉丝代表上台送上他们最怀念的台湾切片水果盘。你说到水果，突然我真的有一个非常的深刻的一个回忆。我记得有一个组合叫做小象队，那其中的一个也是我们的粉丝，他就怕我们整块那么大的水果都很难吃嘛，对，很难入口。切了一个一粒一个一粒一粒方块，方块这样，方块的、嗯，很容易进口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对这个小象队是非常的怀念。虽然他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。是那时候小象队的霍小胖子，是、哦，他那个时候，最后我都有过来看他。最后也送他，怎么会送水果？对啊，怎么会送水果给我？哭吧，你就哭吧，你就哭吧，没有关系的，老朋友。我说一来开记者会，对，你要马上帮忙，对，所以我带了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你。好，我的同事在哪里呢？现在是你要给我 surprise， 是吗？对对对，是不是没有啊？其实他们面面相觑。有啊，其实我没有也没有关系啦。是他，嗯，大概会拿多久？如果计程车的话呢，可能快一点。Hey, Taxi, 我向你招呼。我们在香港开的时候呢，全部都是广东歌，但是我们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们会换成很多台湾的国语版，我们以前的专辑的歌，然后还有台语歌，爱点上瘾啊，知道吗？五爷那就会了，我是趁你是米皮，日日夜夜你挂五爷做会，心夹你难夹后悔，心挂是你你说说爱到尾。也希望3月18号的时候呢，我会刚刚大家一起到来看看，我们三个的脚有没有问题，膝盖有没有问题。这些年我们实在很忙，在不同的地方去演唱，但太少来台湾，所以抱歉，所以我们会特别为台湾的朋友唱宝贝对不起。3月18小巨蛋见，谢谢了，谢谢。